热爱西甲，关注伊比利亚半岛头条，一起来浏览今日各大西班牙报纸的头版消息。买卡报一，你们别动我们的欧冠。有消息称，一些欧洲豪门计划建立欧洲超级联赛，这将威胁到欧冠联赛的地位。而在当地时间今晚21点，巴萨将在欧冠小组赛中客场挑战国米，马竞主场迎战多特蒙德。二皇马临时主帅索拉里将做出第二个重大决定，那就是库尔图瓦和纳瓦斯谁踢欧冠比赛。三，在本轮西甲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中，西班牙人主场1-0击败毕尔巴鄂竞技。阿斯报一，皇马女足迟早是不可避免的。米歇尔在参议院上给弗洛伦蒂诺出了难题，而皇马将在本轮欧冠小组赛中客场挑战比尔森胜利，后者将这场比赛称为世纪之战。二，当地时间今晚21点，马竞将在欧冠小组赛中主场迎战多特蒙德，后者使得将领头羊。马竞方面，萨维奇、戈丁、科克、勒马尔和迭戈科斯塔都将缺席。三，巴萨将在当地时间今晚21点客场对阵国际米兰，梅西有望复出。四，西班牙人在本轮西甲联赛中主场1-0力克毕尔巴鄂竞技。世界体育报一，梅西因素，巴萨的头号球星梅西将在今天获得队医的出场许可，他可能在今晚21点与国米的比赛中回归。国米主帅斯帕莱蒂表示，如果他上场，那么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麻烦。巴萨希望锁定小组出线席位。二，在本轮西甲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中，西班牙人主场1-0战胜毕尔巴鄂竞技。三，当地时间今晚21点，马竞将在欧冠小组赛中主场迎战多特蒙德，那不勒斯将在主场迎战巴黎圣日耳曼。每日体育报一，有梅西冲击1/8决赛。当地时间今晚21点，巴萨将在欧冠小组赛中客场对阵国米。此前受伤的巴萨头号球星梅西昨天已经随球队来到了米兰，他可能会在今晚的比赛中替补登场。巴萨希望击败国米锁定小组头名。二，在本轮西甲联赛的一场比赛中，西班牙人主场1-0小胜毕尔巴鄂竞技。三，当地时间今晚21点，马竞将在欧冠小组赛中主场迎战多特蒙德。四，皇马的巴西小将维尼修斯近日非常火爆，就像是一个膨胀的气球，